一場婚禮由一隻鑽石戒指開始，而我的 BNI 創業故事是由一個行李箱開始。大家好，我是 Hayden Supreme Chapter 九年會員，專業領域是鑽石婚戒珠寶。在三無背景底下 ，One Man Band 由零開始打造自己鑽石婚戒品牌，由 Facebook Online Shop 拖劫點對點上門建立，發展到今日的實體店，每一步都是經過無數的汗水和挑戰。在這九年得到 BNI 全力支持，成功擴充六次，目前 80% 生活上和發展配套都選擇了 BNI 的會員。疫情三年無情重創婚禮行業，一度曾經令我生意重創七成，但我沒有放棄，堅持創業和加入婚會初心，相信 BNI， 相信婚會團隊，特別 Supreme Wedding Power Team 同心協力。疫情期間啟動 Supreme On Life， 將 Supreme 生活化，和大家逆境同行，透過小型市集、直播活動、落區派防疫物資，提高團隊士氣。好多謝依九年裏面每一位的引薦，每一位的寶貴意見。在 BNI 除了生意機會，更加可以學習到營商智慧，透過平台加速裝備自己，不斷提升配套。現在在 BNI 已經緊緊聯繫我生活每一個角落，每一個脈搏，更省時、更有效，大膽去追求夢想。當你需要戰友時，他們都會不停為你加油。 Local Business Global Network 並不是一句 slogan 那麼簡單，而是很需要大家好像鑽石般用心琢磨，才會光芒四射。所以我非常珍惜海外的拓展機會，例如在大灣區、台灣以至日本，都得到會員的全力支持和積極引薦。過去亦都積極為分會策劃不同海外跨區的交流活動，創造生意機會。雖然我們在座都來自不同地區文化，但我深信我們擁有共同核心價值，可以令到大家走得更快、更遠。 Farming Lock Hunting 用最真誠的態度對待全球 BNI 會員，互相尊重。 One Word One BNI Thank you BNI Thank you Supreme。